멋지다. 我记得这个 现在，我的妈呀！这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的宿舍，两年前的，两年前的，是我们的。哇，我的妈呀！回来喽，回来喽！走走走，回家了啊！ 好吃的，好吃的，啊！我看到，哎呀，哎呀，好刺眼！这里应该这样走进去，林墨，应该这样走。我要来演一个事情，看我，看我，看我。 怎么变样了？变样了，已经大变样。哇，这是哪里啊？这个角还有，然后我们就在这里，住这儿对吧？我住这儿，我住这儿。这里原本是垃圾堆，朋友们。我在这是我吗？这里原本是垃圾堆，现在变成了一个这么精美的商品店。是啊，真好，太棒了！说明他们打造这里花了不少时间。是啊，这里，哎。 我的宿舍变成了射箭馆，我猜，我记得我的房间应该是 806 right？ 我说的是 806， 是吧？哎，打不开，哇，怎么办？打不开也好，我这飞，你们真的，run！ 林墨，周柯宇，你看你的房间现在是这样，周柯宇，你的房间现在是这样，他们这里方没有变过，对，没了，他们这里方没了，啊，这里边都改了，我们的房间没了，四零二没了，四零二吗？我的房间四零二，四零二没了，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进来看一下我的宿舍，OK，这里是603，603，你看，在这里。 啊，这个，这，啊，这是哪一窗？啊，我们去你的房间。我的房间是怎么？我忘了。你要看一下地板，地板那个房间。嗯，大概在那里，大概在那里。嗯，哎，我看到了那个，你的房间有那个门。这个是。 另外的房间，不是，啊，这个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哦，走廊，哦，谢谢，啊，谢谢，这是走廊，所以你的房间在这里，不是，你不是和 AK 一起，这里，这个是我们的房间，进来以后你在那儿吗？哦，对，对，你在下面，嗨，然后我要叫他起床，对吧？拍摄了，拍摄了，拍摄了，拍摄。 这么早啊？对，这么早。大家好，创造营2021学院博越。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院博越。走啊，上楼，上楼。我们去看那个咱们的教室。哇，这个电梯，这个电梯。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还要上去采访。对。 这个电梯没变，哥们。哇，真的想哭。哎。
怎么这么慢？哦，对对对，他有时候进入很慢。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没修好，这个还没修好，这个还没修好，这个我们先去哪里？三楼。我们先去二楼带麦，然后找着。对对对对对，去二楼带麦，去二楼带麦，二楼带麦，二楼带麦，然后去三楼排练。应该没变，应该没变。带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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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变。带麦，带麦，带麦。尹浩宇带麦，尹浩宇带麦，刘宇带麦，林墨带麦，刘宇带麦。我们当时就在这里带麦的，然后我们就上去三楼拍摄练舞。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小纪高星辰。这个拍麦的主板，这里是麦克风的出在这里。几号？30。试一下，说话。一二三，一二三，立完，立完。OK。好了好了，就这样的感觉。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那边采访，在那边所有人在那边采访，在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都已经睡觉了，他们还叫我们起床来去采访。我们那时候是特别早、特别晚去采访。来，赞多，赞多，你觉得今天的舞台怎么样？很厉害。今天的舞台怎么样？我们没那么说话，所以，对，然后翻译坐在那边，然后就慢慢的给我们翻译，笑死我了。我们到了三楼，我记得，对，这边是我们有一个很小的房间，我们在那边跳舞。现在这里是羽毛球馆。哦，羽毛球馆，这里挺菜的。就是出舞台，我们在这里等直播。One team， 我们第一组。当时这个是小的练歌的地方，封顶是不是在这里？对，这个是后面的那个。你看，偷偷溜进去的时候，哦，里面是这样的，房间是变成这样，现在是儿童乐园。哇，好想去玩一下。封顶是在这里变的，现在封顶，封顶改变格式了。对，这里原来也是一个练舞房，不是，这个地方是练歌的地方。对，然后还有在这里也有人带。这一排是 vocal， 对，这一排还有一个练舞的主要是在这边。这里是我们 A 班、B 班、C 班的练舞室。这个里面教室是我们之前跳花生舞蹈的经啊，然后包括主题曲的学习都是在这儿，然后它会分 A、B、C， 然后第四个教室，对，应该是，然后有不同的颜色，全部都是在这里。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刘宇。这边是排练，这个就是体育馆，那个时候就是体育馆，知道吗？这个就篮球场，我们我们那个主题曲，哎，这里没变，这里没变，你看这一片没变，这样子打乒乓球的，乒乓球哪有乒乓球？棒球馆。这个是我们之前练过 radio 的房间，我记得。这个好像这个灯没开是吧？好可怕的。这里有灯，这里有灯。OK， 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练 radio 的房间。我记得就是我们会一直来这个，好像是什么教室6还是什么，最里面的那个，我们一直在这里练习。It's a song， 好尴尬呀，我们现在。It's a song for the radio。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的学员 Patrick 尹浩宇。这里是我那时候唱 radio 的声乐房间。真的很可怕，是吧？这个感觉，你想想，如果突然就是有一个人从那边过来，好可怕。这个是我那时候，就是，有我的那个影子。这个是我那时候，唱 radio 的声乐房间，可以这样说吗？声乐课的房间。我还记得那个，对，我们那个时候是那个门也是不能，他们准工作人员准备的地方。这边是练习室，我在这里用 MP3， MP3 下，是在这里下载歌曲。当时哇，对，我们在这里下歌，
然后当时因为我有一点点的power， 所以我就听了 Rose 的新歌，然后在这里下，然后老师们就为什么你知道他们出新歌了？我说哦 ，They tell me， they tell me， 天上爱我，天上爱我。我们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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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咱们杨幂的第一节课，就在这个房间。对，你记得吗？这个觉得自己跳舞也没有那么差，但是结果出来特别的混。所以我们最难的就这里是有成绩的，然后我和优雅晚上一直在打唱歌，我练舞的地方。拍照，拍照。我要去看我们的餐厅。我要去看餐厅。游泳馆很好看。游泳馆啊，游泳馆没变吧？应该。可能这就是他们原本的样子，只是我们来的时候是加工版。是。去看餐厅吧。去看餐厅吧。你当时中文发现没有？我每次在这都要唱那个。很咸。对。这里我们都没去。不是这里有，这个是小九的健身房呀。这个是当时的健身房。对。每一个房间有。好了好了，到了我们最啊，我们的餐厅是我们的餐厅，没有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在那边练习 Lover Boy 的，就那练在那块练。这里是我们原来的餐厅，现在变成一个羽毛球场。这里是餐厅是吧？牛奶澡，因为不敢吃。我记得那个餐厅外面有一天，他们给我们的手机，然后我在这里哭，我给我的妈妈打电话，然后我在这里蹲，然后我哭了。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米格。你看，我们瘦了很多。你去看那个餐厅了吗？现在餐厅是一个运动房了，之前我们在餐厅不管是几点晚上的时候就会吃一个小小的那个绿色是什么，这里是牛奶澡是吧？牛奶澡，因为不敢吃别的，因为不让吃。很胖是吗？牛奶澡很胖，我出来感觉我一直以为那个非常瘦就可以减肥，然后我吃了7到9个，所以你觉得那个是水果但是也不怎么甜。对，你知道吗？那个牛奶澡的热量有多少？那个绿色小小的那个牛奶澡。牛奶澡是什么？就是绿色的嫂子，水果那个，脆脆的，里面是白色的，外面是绿色的。啊，那个不好吃。牛奶澡那个很胖，多少啊？就一个卡路里差不多要50-60。它变了很多，7到9个。所以你觉得那是感觉不变，你觉得吗？对，对。Hello， 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李默。因为房间已经大家睡觉了，然后其他的人也睡觉，所以只有这是大家可以用的自由的，什么时候也可以用的地方，所以在这睡习中了。拍一下汗水加入进去。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张东。我记得在这里我拍我自己的 vlog， 然后我跟那个谁啊，我跟三朵有一个 push up 的挑战，就是一个比赛，然后呢周柯宇和谁就是在他们的 vlog 里面就是叫我那个
black magic 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们结束那个创造营的一天之前，我在这里在思考我的未来。安全出口，安全出口，快看呀！它里面是一个，其实是个通道，它里面一直到那边都是通的。衣服，对，试衣服呀，这那的都在这里面。什么裤啊？拿手机打过。哇，这里真的是没变哎，有点吓人，快！还有音乐的，嗯，完全没变哎，哇！给自己打光。对，这里是我们原来换衣服的地方。这里是我们会把那个衣服放在那个楼道里面，每次分完半衣会要拿新的衣服。Hello， 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张家元。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1学员刘章。估计我在这里。会拿我们的杯子，然后哦耶， oh, yeah, yeah, yeah. 在这里拿咖啡，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啊、，Let's go， squat。Okay. 我们每天。我有时候会让我们的司机老师就是停得稍微远一点，因为每天和这个能见到我的朋友们就相处的时间特别少，只有这一条路，就这一条路走过来就是很短，但是你要想传达你当天的这个情绪就还蛮难的，所以我一般都会让司机老师停在这个地方，停在这儿，然后我就一边走一边嗨。哎，有的时候我会看他们有举牌子啊，还有他们会说他们想说的话，觉得还挺感动的。就这条路很有意义，给你们看一下，这条路是很长的。下来，下来。嗨。集合了。你看在上面。集合了，排练喽。快，队长叫了。顺位发布了，叫排名二。对。3、2、1，大家好，我们是1-2-1。